那么在总质询议程的最后一天，乡民代表蔡志辉质询不满警方针对性的巡逻，令造成了部落族人的不安。再者，对于乡公所设置的路口监视器维管不彰不说，就连民众陈情要求调阅监视器的画面，村干事居然是请民众自行操作。蔡志辉是气愤怒呛，成何体统，要求乡公所要好好重新教育。官富乡窃案频传，部落治安亮红灯，民众向村办请求调阅监视器画面，村干事居然请民众自行操作主机设备。乡代表蔡志辉在乡镇总质询议程现场愤怒质询。那我在这边问一下，我们所有的村干事会不会使用操作这个荧幕监视器的荧幕啊？主机啊，好，不要让乡民还要他自己去操作，成何体统啊？蔡志辉怒呛，成何体统，不是没有道理。因为乡公所设置路口监视器维管不彰就算了，咨询民政客得知业管人员有超过半数以上都不会操作，蔡代表要求乡长对公所同仁要重新教育。你的门槛这样高，因为本身就是有些可能就坏掉了，因为坏掉了可以看我想客人啊，你会了之后你每个办公室去看一下，那最基本的一个操作能力应该要学会了，没有交代那也要做到，这个工作人员最基本的一个工作态度哈，就这样去看，就是一个普通工一个正办公室来看一下，到底会不会，不会在哪里，为什么不会？所以我们在希望公所这次病情会结束之后，将所有的主干事啊，要统一。住在一个地方教他们怎么使用。乡民代表蔡志辉对于部落治安未见任何改善，警方在同一区域来回不停太针对性的巡逻，造成部落族人的不安，也提出建议，请求乡公所能向警方反映，还有吉利潭后续经管，期盼能成为部落文化历史场域，乡公所也正面回应。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。